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傅辛博，在今朝里面饰演的是千年狼妖贤青。欢迎。对，好，来包子去吧。哦，傅辛博同学出发了。我可以投凯凯跟舒心吗？我也是磕 CP 的。哦，对吧，这样可以啊。Bro， 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什么不好意思？哎，他跟我说不好意思。你这样，好好好。走走走走。一二三。你要踩我脚是吧？一二三。你要踩我脚是吧？走走走走走。加油，对，好，漂亮。哦，妈呀，太疼了，快！但是我感觉这个万鹏这个姿势有点，万鹏怎么被架起来了呢？哎哎哎哎，好好，这个是个难度。挑战成功！来，请选择。三二一！哇！啊！没事。哇！哇！哇！看一下。都是投的自己，哇！我们俩太不识人了，太狗了。好乐团抱团，他肯定是齐金钊里面选一个，但肯定是选男生，肯定不忍心喷曼鹏。那可不一定，啊，那也不一定是吧？啊，那也不一定。我也好想你，宝宝，我刚在点菜，请抢答，来来。第一个就是没有及时回消息，就是已经是错误的了，对，对吧？延了20分钟才回的。第二个是在回消息的第一时间没有回答老婆的问题。啊？哦，这个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没有。为啥没有啊？好，来。啊！哎呀，很关键。哎呀，弟弟你很关键。好，三二一，哇哇哇！好好好好好，我爱上了这种感觉。哎，还能投自己呢？他俩还是挺感人的，他俩都是自投。显得我们俩也太狗了。哎，我建议啊，我建议这俩现在已经知道你们的玩法了，他们下巴很有可能不会投自己了。下次我们换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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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可以投别人的。走，咱们连手都不举吗？咱们四个，咋回事，哥？没什么问题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当某一队达到3分之后，双方的其他队员就可以上阵，用小杯子在旁边助阵了。哇，我们人多，我们5个人，我们就一个。那我可以，我一个手拿多少杯是不管的，不管。行，对，喝的时候用点那种内力进去。快点，这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有一个快手无影手，丁程鑫能泼到这儿。啊！哇！他能泼到这儿。那我硬过了。你能过他，对不对？那我硬过了。可怜的包子，包子说：“我又做错了什么？”好，来了，准备了啊！来，准备。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迪哥先攻，迪哥先攻，加油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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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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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哈哈哈哈！好，王姐，王姐。包子还哎，我还刚刚朋友们新的姿势出现了，对，万鹏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哇，赢了！红姐根本没有管过这个盾，她就，
你没看他一不想挡吗？只想泼。而且红姐她整个是有一种气的。我就想泼。对，就想泼。重点是万鹏泼完之后还想说，我是不是还得挡一下？我怕他那个气势太足了，我好害怕。现在，包子赢一分，然后迪哥进攻，来。哇，倒满了，倒满了。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，红姐。没事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哇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我就想泼，我没想救。哇！哇！我没事。啊？我做错了吗？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也学习一下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我们能赢。”这个很好玩的，你要泼快一点。我说我也不挡你了，等会儿。我说我以为我们能赢的。我怎么又输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是太猛了。是因为刚才红姐发现迟迟自己的人没有被泼，她想说该不会我们赢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我感觉红姐这边是一缸水，是不是？但是为什么你会走神了呢？你刚才那第一泼很快呀。对，刚才我都以为等不到了那杯水。哇，杯子都扔了我。别说杯子扔了，真的超过了丁振鑫那个最远距离。哇，朋友们，来自惠英红小姐的表演都要泼到这儿了。有掌风，好，来准备啊，二比零，还差一分，队友就可以上场喽。加油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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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的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破的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破的。破的。姐啊，咱不是把把泼，就是这个是就是咱们不泼这个这歌、个，你没事吧？又被泼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现在我们红队和绿队全员登场。现在三比零了，朋友们，三比零了。可以啊，哥，你有天赋，你真的很有天赋，在这个游戏上。他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新手光环。我第一次。哎，我想问个问题，我们能帮忙挡吗？我们也不不能挡，不能挡，我们也不挡。朋友们，现在场上比分三比零，没有万万没有想到，包子坐下来的时候说他不会玩，没有输一局。现在迪哥现在整个人信心都垮了。加油啊！好，来，迪哥进攻。来。来。三。二，你看着边，看着边。他急了。三二，三放牛。急了，到我了。放牛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打打。看这边。打打。一，看这边。打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哎哎，赢了。耶 ！Spring。哇，我能四比零。怎么回事？马上给你们机会。前面没有达到题的运气全部用在了这里。我跟你说，文静只想找个好泼的位置，正好站在迪哥的正后方。哦，他脸上为什么有水？真一脸的。迪哥拿一分，零分。现在到赛点了，万万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赛点，四比零。迪哥，你不能让我白来吧？不会白来的，这把就在这把了，就在这把，就在这把。就在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没在这，下一把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没在这，下一把，没有下一把了，加油，再给我机会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破，再看这边，破，再看这边，破。赢了！恭喜！
迪哥不但被水泼，最后还被红姐推了头，这不争气，丢人呐、啊！丢人呐、啊！没想到，怎么回事？好，祝贺付辛博获得了这一局的胜利。好厉害！我可挡不住。来吧，我是不可能挡住的，挡是挡不住的。好害怕呀，就是主要我太久没玩这个位置了。啊，你都是被泼的。我是泼人的、那个，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我是泼人的那个。对，好久没有上场了。来，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来，对我先。迪哥，你刚才经常往哪边转啊？啊，你刚才经常往哪边转？我经常往哪边转？我都到处转，都会被他逮着。到处转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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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他一直输。你问他，迪哥刚才一直输。我都不是往一个方向转，好奇怪。对，我没赢他，他新手光环。你刚刚也超厉害，对不对？那你对他好一点，对他好一点。游戏场上没有什么这种的。好，好，好对前辈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，厉害，反应好快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No！ 弟弟这么厉害的吗？一比零，丁程先拿下一分。一比零，好厉害啊！快的啊，好厉害！快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现在找回状态。现在付辛博进攻。付辛博进攻。对，来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你要没有没有，我准备一下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一二三，看这边。哎哎哎！紧急撤回来，撤回来了，确实是他看的是这个右上方，对对对，撤回来了。你看到右上，所以他回来。对对对，你看看这边。反应挺快，反应挺快。你们要有节奏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好，来来来，是我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可以啊，好快啊，雪琴！哎呦，开心的，哎，泼到爽到啊！来，现在丁程鑫进攻，场上比分一比一平。来了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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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慌。我们那个上下左右还是要明确一点，就是头部的。因为对对对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哇哇！他这会儿才真正湿了，刚才跟我玩的时候干巴的呀。你俩打起！打手了，打手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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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吧哥？没事没事。好好玩。哎哎，爱上了这种感觉。好好玩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现在二比一，现在二比一，付辛博进攻，来，到我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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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啊！哦哟，哦哟。为什么不拿呢？太远了，来不及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这太远了。好，现在三比一，三比一了，三比一，上上上！现在丁程鑫领先三比一，包子先攻，嚯嚯嚯！你是变魔术是吗？一会儿，朋友们，哇哇哇哇！嘴巴夹一个，兄弟，要不要这个样子？一个组的。现在付辛博进攻，三比一，丁程鑫领先。
好像有点知道小丁会往哪儿。我怎么说来着？我怎么说来着？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好像有点知道小丁会往哪儿。笑了。四比一啊！丁程鑫稳定发挥，包子耳朵进水，进耳朵了，擦一下，4-1，对，4-1，还有赛点，还有快输了，来准备，三，等要缓，要冷静一下，缓一缓，赛点了，冷静一下，赛点了，我要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想一想，我往这边，还告诉我。看我信不信你。三二一看这边。哇，你好，赢了一分，实在。2-4。我没想到你是真的看这边。2-4，现在丁程鑫进攻，来准备。赛点依然是赛点，2-4，丁程鑫再拿下一分，这队就赢了。来，丁程鑫进攻。不要。来，三二一看这边。你老吓唬我，你老。没事。三二一看这边。三。你别吓唬他。3-2，看这边。你看这边。赢了。赢了。5-2。5-2，祝贺。老猛了。吃透了都。你觉得我在这儿吧？啊，那又来了一个高手。好，来准备。来了，这怎么抢啊？就这样当当的。不是，我说怎么抢盆儿？就拽一个盆过来吧。好，可以。1-2-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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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快来，快来！我跟他最接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距离只有0.1。之后，好，来包子跟万鹏，请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的穿衣风格。呀，立马哥，深，颜，色。好，深颜色，然后黄，大，黄大。You what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发生什么。万鹏说黄大一的时候，因为他又在笑，口水喷出来。好，黄大，黄大一来继续。黄大一，黑，大，一，只穿大衣。好，经过导演认可，这不是穿衣风格啊，其实就是比如说休闲啊、随意啊，这些就可以吗？我说三个词，我没有说三个字的词啊，所以呢，其实两位就是，特别是主要是黄大衣这个有点过不了关哈。啊，快来加我们，好可怕！快来加我们，